一个是生存边缘的挣扎，生存边缘挣扎的人，他只为了生活，柴米油盐呢、啊，在那边挣扎；一个是生活空间，所以我们告诉各位，你不一定要赚足够的钱，你在现有的生活情境之下，现有的条件之下，你要拥有一个自己的生活空间，自由自在，不要一定为了收入被钱把你逼得哈喘不过气来。当你被钱逼得喘不过气来，没有足够的时间给予自己一点空间的话，那你的生命是白过了，那个叫业力。